每回演出啊就跟进货似的。嗯，谢谢大伙儿的支持和鼓励。嗯，刚才是高峰和栾云平。是，高峰是我师弟，栾云平是我徒弟。那是爷儿俩。高峰最大特点是卖力气。哦，这话筒都湿了。嗨，不至于，不至于湿到那儿去。至于不？这太没功夫了，这。哎呀，哪儿那么湿啊？挺好啊，在后台看着他们，我特别的感慨。又感慨什么呀？栾云平来的时候还小孩呢，这都多少年了？现在一晃，他孩子都上学了。是，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快，眼看着郭麒麟从小胖子变成一个大帅哥，那这长大了吗？眼看着岳云鹏打跑堂的变成大明星，嗯，眼看着张云雷打南京南站掉下去又飞上来，嗨，火了。岁月不饶人，嗯，我也没饶了岁月啊。怎么谁不饶谁？那是，嗯，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嗯，挺感慨。是，有的时候想，人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一本书。怎么就是一本书呢？你看，比如说啊，嗯，德云社有个叫阎鹤祥的，啊，有跟郭麒麟说相声那个。嗯，这一辈子下来，阎鹤祥这人生就是一本地图。怎么叫地图？他没事就开着车满处玩去。对，他喜欢自驾游。这两天已经去了，上哪儿了？骑摩托车奔意大利。嚯，这不骑死的这得俩月，啊，俩月告诉我了。哦，他走了我就告诉我儿子，嗯，好好的演戏，知道吗？哎，别只是说相声。哎，你那个搭档已经奔意大利去了啊。是。嗯、半道要是迷路，不定哪辈子回来。对，啊、嗯，他这辈子就是个地图，这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主持人侯震，侯爷呢？侯震大家都熟悉哈。啊，这个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是，这是我师父侯耀文先生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嗨，他算非物质文化遗产。侯震这一辈子就是一本菜谱，嗯、怎么叫菜谱啊？就是个吃货，喜欢吃。嗯。我这辈子估计到最后就是本相声大全，啊，得净说了啊。于老这辈子就是日本电影资料库。哎嗨，哎呀，我这挺好啊，挺好啊，还有这爱好，那是那是啊。嗯，我夸你，你就点头就好了。我凭什么呀？啊，我们哥俩半辈子了。啊，对，真的，这个人，这个单纯、善良、厚道，不管对谁都这份儿。您真捧我，尤其对他父亲，他父亲一说吃顿肉。提裤子就来啊！别提这个了，进门就切肉。不是，你是就为了说提裤子就来吧？我后边也说了切肉吗？不，就别切肉了，再切肉又认亲了啊！所以说，对他父亲朱老爷子那个什么叫朱老爷子？别提这个，对谁都好，这与人为善。哎，女人为善，这个女人啊，与人为善，与女人为善。你就说不清楚了，乱套了啊！对对对，他媳妇儿是最好，那是两口子，对吗？这还问那么清楚干嘛呀？他跟他媳妇儿啊，青梅木马，木马呀，俩青梅青梅竹马呀，青梅竹马，对呀、啊，青梅竹马论英雄，对吧？嗨，你就是曹操，你媳妇儿刘备，没听说过啊。青梅煮酒，那不是说青梅煮酒啊啊，不是说媳妇两口子这一份的，好恩爱，那是我没见过说天底下疼媳妇又疼成这样的人，那是疼啊，他不是疼爱啊，他是孝顺，这是跟我媳妇还是跟我妈呀？就孝顺，就是你看、啊，两口子好交朋友，是啊，炒一桌子菜啊，给我打电话哦。于谦给我打电话，嗯，兄弟来吃饭来吧，哦，请你做客。我这忙着呢，你不早说，哪有工夫去啊？啊，改天吧。哦，挂了，没来。嫂子给我打电话，嗯，你要死啊？嗯，叫你来，赶紧来，别废话，快点。哦，马上到。什么人性啊？你这是，老嫂比母，小叔子抱盆，小叔子特别哏儿。什么呀？您这是，嫂子叫我去就得去。啊，他就来了。到一进门，啊，一桌子菜，感动啊！亲哥哥，亲嫂子是坐那儿，三个人吃饭喝酒，哦，高兴。嗯，这就看出来了，于谦要疼媳妇儿。我怎么疼媳妇儿啊？吃了半截，嫂子把筷子放下了。
哟，干嘛呀？怎么了？谦儿赶紧问。嗯，陛下。陛下，改武则天呀？是怎么着这？老佛爷，啊，改慈禧了。您怎么了？啊，我想喝豆汁儿。哟，这不找事儿吗？啊啊，对，这不找事儿，一桌子菜，他想喝豆汁儿，他就想这口了啊。嗯，谦儿乐了，是，这好，改太监了，我这，这就买去。这会儿是晚上七点。哦。于谦打家出来开车奔北京南城，南城卖豆汁的多，买豆汁去啊。他回来十一点半，好几个钟头。我跟他媳妇儿我们都喝多了。你们等会儿我呀，你这寡酒难饮啊，你喝一个，你喝一个，我好意思不喝吗？非得喝啊。喝吧喝，你这边好家伙，枕着大腿俩人歪那儿。哎嗨，十一点半谦儿才回来，醒醒醒醒啊，喝豆汁儿，正好喝豆汁儿解酒。嗯，我跟嫂子一人来碗豆汁儿喝。哦，倒是心情很愉快。那是嫂子把碗撂下了。嗯，想吃煎饼果子，又挑出，还得吃天津的煎饼果子。那我还得去啊。你看我都觉得不合适了啊。啊，我假装喝多了，假装我就把脑袋扎在背上，假装不知道。哎，嗯，谦儿，哦，我买去，买去，这也买去，开车奔天津。好家伙，十一点半到了家，嗯，头十二点开车奔天津，又走了。这个煎饼果子没有半夜出摊的，那是怎么也得等到早晨六点，人吃早点，对吧？到那儿去，嗯，等着出摊买完了再回来，到北京上午十点，嗯，就过去一上午了。你看，我也得收拾收拾回家了，对吧？你早该回家了。你怎么还在呢？就是我心里边揪心呢。这啊，我回家我怎么说呀？我干嘛去了这一宿？是不是啊？就说人家两口子这份疼人的心，我是疼你的心啊。这是我们仨就是一家子，知道吗？别往里掺和。每次看到这会儿，我就感动了，都不行了。哦，真的，包括到国外演出，于谦这么大老爷们儿逛化妆品的柜台，嗯，给媳妇儿买，给媳妇儿买。哦，新出的粉饼有没有啊？ 哦，这个好。哦，这要这个。嗯，这最白，这抹上白的是买大盒的，回家给他媳妇儿。哦，买完给媳妇儿梳小辫儿。哦，梳小辫儿立着，立着拿粉扑给媳妇儿，一个两个。嗯，嘿，哎，媳妇儿也开心呐。那是啊，我逗逗逗，我蹲蹲蹲。行了，我媳妇儿改前脸了，他们俩说双簧去了是怎么着？就说疼媳妇儿。这份心啊，为上场，这是那是啊。哎呦，新出了 iPad 了啊。哦， iPad 出新的了啊。是于谦买去，我给媳妇买，买去，买完拿回来高兴。嗯，媳妇儿这太好了。怎么好？外国人花18000我都没卖他。为什么呀？因为他是进口的。嗯，那人外国人在国外买不好吗？哎呀，媳妇儿高兴 啊，得了，把我换下来那旧的给你吧。啊，这还挺疼我。新的人家媳妇用，啊，旧的他用，我用呗，从来吧。嗯，所有应用的他得重新登录，重新卸载，那也高兴。是啊，媳妇高兴，我用一旧的。哦，重新登录，登录来登录去，有一个 QQ。嗯，好多年都不用了。是啊，于谦那也得登录啊。啊，有一句提示，嗯，密码忘了。哦，提示，嗯，你曾经的同居女友是谁？还提示这个。当初你自己输入的，啊，哦，填对了名字就登录成功了。嗯，媳妇儿坐边看着呢，写啊，啊，写啊，你瞧他倒盯上我了，谦儿乐了。嗯，啊，谁呀，啊？王金牙。不行，不对，嗯，李百岁，这啊，张王氏。这都多大岁数了？这同居女友，啊，索菲亚·翠绿，嚯，岁月的姐姐啊，高峰的姨，你说准了吧？填了40多个，啊啊！嫂子乐了，嗯，你说怎么办吧？啊，钱也乐了，是，我上门口跪着去呗。我还挺自觉，嗯，自个儿上门口，嗯，跪着去，嗯，给我打电话，嗯，赶紧来。解围出事了，要打架，好朋友我就得去，
啊，这回叫你来了，对吧？啊，得去，到门口，他那跪着呢。是，怎么了，哥？没事，进去帮我劝劝。哦、哎哎哎，迈过于谦儿，我把门都堵上了啊！他跪在门口呢吗？我倒闪一下，进来了。嗯，谦儿在外头，把门带上。我进去劝嫂子，好家伙，劝到转天中午12点半。这个我又能买套煎饼果子回来了。打开门，甭说别的，这就是一劝一天云彩散，真的了。因为我，你缺德不缺德呀？什么叫朋友啊？哪个叫哥们？为了你们两口子累死我，算什么？活该。什么人性你这是。后来我也劝他们，嗯，我说你们俩别打架了。怎么呢？我盯不住。废话，谁用你了？真的，你们俩好好的吧。啊，好好的，真的，这不也不像话。我每回出来我都得编瞎话。编你编什么瞎话？我媳妇说你干嘛去？我只能说洗头房了，上歌厅了，上 KTV 了。嚯，不能说上你们家来，罪过太大，知道吗？这比上啊洗头房罪过都大啊。你们两口子最好要个孩子。啊，这倒是纽带，有个孩子，你们两口子好好过日子，不打架，不麻烦我们这朋友了，就别提这个了。哎，嗯，你看这我这嘴开了光了，是吗？没多久，两口子有孩子，你瞧，嫂夫人怀孕了，哦，我也高兴啊。怎么老有你呀、啊？这里头不是朋友啊，我哥哥有孩子，我能不高兴吗？啊，就如同是我的一样。你别说这么狠行不行？这句话。就替你高兴，是替我是吧？一个月一个月的盼着呀，啊，哎呀，盼着高兴啊，嗯，好多朋友见着我都说，哎，最近看你这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啊，是吗？怎么都这么高兴？你要当爸爸了是怎么着啊？啊，这，你都跟人解释解释，七是什么意思？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哎，对，让他找我来，我跟他说。哎呀，挺好，挺高兴啊！啊，你包括到最后，嗯，快生之前去做那个检查去，是做 B 超什么的，我还跟着他两口子一块儿。怎么老你跟着呀？你没有经验呐？你有经验呐？嗯啊，嘿，他倒是我得跟着去啊，啊，对吧？嗯，到那儿了，那医院咱们朋友哦，大夫也是咱哥们儿，有认识啊，进来了，嗯，嫂子坐在那儿，啊、我跟谦儿在边站着，是啊，大夫拿那个片子，嗯，看看。嗯，回头看看于谦儿。嗯，这孩子不是你的，这片子就看出来了。我腿都软了，这怎么又有你？你老跟人瞎掺和什么呀？咕噔，我就坐地下了啊！替我着急，这是、啊。嗯，嫂子也傻了啊！嫂子回头看着谦儿，是，对不起，嗯，对不起，干嘛？大夫把那张拿起来了。哦，这张是你的。好家伙，拿错了是吗？啊！各位，我都快吓死了。是，幸亏你有认识人。那是啊，嗯、就说大夫，医者父母心。行，别提这父母心了。啊！哎呀，啊、太开心了啊！太开心了。到后来就生了于家这小子 啊，就这郭小宝一老生。这等会儿，郭小宝像话？叫什么？这于姓于。你看见吧？列位看出咱的为人来了吧？啊！做好事不留名。对，好。这叫缺德、啊、这叫还好事 留个信儿得了、啊、没听说过很好嗯，反正打那儿起我就觉得谦儿哥的脾气又变了怎么变性了早先呢有时候还有点脾气啊。自打生完孩子之后这个人你就看着怎么这么慈祥呢那是这真是不一样啊是吗因为他做了那个之后啊做了哪个呀做了父亲之后整个人不一样 啊你把他说清楚啊。而且对我们、嗯、尤其对我是疼的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是吗这我们出去演出去到外地演出谦儿、啊、哥也不怎么就觉得我这么好哦天天抢着给我洗袜子我吃顶着了是怎么着我演出结束啊你回去得换呢是出一身汗袜子拖在那儿嗯啊一不留神他跟那儿呱呱呱呱我给洗了我说哥您这么大岁数您别管别管别管我就愿意洗、啊、高兴啊咱们不落人呐比我大这么些个拿着、啊、不忍心嗯后来我就藏不让洗有的时候来不及自个儿洗就先藏哦你藏架不住他找啊我干嘛那么迫切呀、啊、这进屋
我是找袜子呢，是找钥匙呢？我这找、啊、找着洗。哦，到后来只要他一找着，我就跟他抢。哦，拿来，有时候你抢不过他。我还挺使劲，还有的时候你不能抢，他看见一把他搁嘴里了。我啊，我也太豁得出去了，我这个啊，谦哥你是不是偷我袜子了、啊、嗯，哎呀还感动，亲哥哥也就这样了呀。啊，那是亲哥哥也就这样了。亲哥哥都不这样。那是到后来洗袜子都不过瘾了、嗯、我敢干嘛了？你裤衩在哪儿呢？我也可能上瘾了，我这是因为你要知道说相声就这一场好几个钟头，这个汗呢，是回去这内裤这都湿了，累都是汗、嗯、啊，他就玩了命了，就一定要给你洗裤衩。我这干嘛呀？我这怎么弄啊？没辙没辙的呀、哦、啊，天天的就躲在这个，你躲不过去啊，啊偷你裤衩。我什么毛病啊？我这是偷完了，他当然他跟别人他不那样啊，啊他就跟我对我好。废话，我不逮谁跟谁那样、啊、是吧？比如说一气儿拿来六个裤衩，他也闻、啊、高峰的不要，侯震的不要。哎，我都上哪儿搜了来这么些呀？我他就晚上都睡觉了他才能偷裤衩呢。啊啊，回去蹲着楼道挨个闻。我没挨过打呀我。哎，这德刚的啊，这才拿回去洗，知道吗？哦哦，洗完了晾好了，你瞧我这姿势，弄干净了，这才给我送回来。哦，感动啊，列位啊，那是是，真是感动啊。啊，有的时候就咱不落人，但你真看不住他，啊，非偷。有时候这两天工作太忙，攒两条。嗯，好家伙，他可得意了，找去。好，这两条他能兴奋好几天。我呀，哎，洗。当然有时候完事有的也忘了拿回来。嗯，洗完了送回一条来。哦，那条他忘了。嗯，他以为是他的了。混了，洗完了他穿上回家了。嗯，到家一脱裤子，他媳妇儿乐了啊！你怎么穿德刚的裤衩啊？后来啊，嗯，行了，别往下说了。又送裤衩的来了，教练。是给于老师送来一辆自行车。于老师今天拍了一个电影叫《老师好》啊，然后里边带着包带着自行车，这是于老师的一座。你这嗨，你这一座啊！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啊！还有别的没有啊？行吧，没有啊。嗯，今天于老师又开心了，怎么又有袜子可以洗了？嗨，那嗯挺好。自打这个于老师一拍戏。我们后台天天串门的人特别多，老有人来啊，还进入那个演戏的、拍戏的，这都是朋友啊，都是他们的同行。就是后台还来串门的啊，谁来了？有那个妇女，谁？刚有一大姑娘在后台哈，您的朋友，你的朋友啊，刚才看那上场门走了吗？谁呀？金晨，来吧，来来来，上来来，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啊，他叫金晨啊。谢谢谢谢谢谢，有认识的啊，金晨演无心法师都知道吧？嗯嗯，哎，有知道的啊，哎，哎呀，非常突然站到这个德云社的舞台，感觉就像是这儿的一员一样。啊、那是那是啊，很骄傲、他之前我们在大理做的那个真人秀，一个节目，哎，他跟我们一个宿舍，那会儿还、一个宿舍，不是一个房间，啊、不是一个房间啊，宿舍还挺大。那是那是啊，今儿来听相声开心吗？开心，虽然就是没有太看着脸，因为在这个后台一直是听声，但是已经乐坏了。其实你从这个幕帘的、你看我们俩人的屁股，其实也是可以感受一下啊，还是非常的性感。那是啊，这夸咱俩呢啊，夸咱俩呢，夸咱俩呢，特别好啊。喜欢听相声是吧？喜欢。以后上我们这儿来。今天听的感觉跟我睡觉前的那个感觉还是有所不同的。你看看啊，嗯，我们俩对你有陪睡之恩啊。是。谢谢妈，别客气啊，这是叫你呢、哎、啊，这是叫你呢，往我这儿布呢。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是在这里呢，也祝这个德云社越来越红火，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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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晨。后面还有很精彩的节目。哦，还有节目呢啊，我都不知道。好、哦，谢谢金晨，来一报幕的。所以这样的妇女我们是欢迎的，你知道吗？
啊，迷路了，快点啊！哎，他会不会到后台把你那裤子袜子？不会。我是提上裤子就上来了啊，那是啊，哟，你们这行怎么这样呢？我记得刚才我还看见我们有著名导演也在后台来着啊。谁呀？胡导，我们那个胡梅导演啊。哎呦，快请到，快请上来，快请上来。谢谢您啊，多嘞，谢谢您。哎呀，太好。哎呀呀，不敢当，不敢当，不敢不敢，有人认识，有人不认识啊。胡导大导演，什么《雍正王朝》《乔家大院》啊，都是胡导的作品，啊，电影《红楼梦》也是胡导拍的啊，包括这两天有一个《进京城》，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啊，写京剧进北京的故事，《进京城》大片也是胡导的作品啊。昨天上的，今天上的呀？昨天上的叫《进京城》，哎呀，谢谢。哎呀，郭老师给我们捧场啊！您别客气，应该的，应该的。特别希望德云社的人去看我们的片子。我带他们去，带他们去。听相声听得太高兴了。我们改明也集体组织一帮人看您的《进京城》去啊！到时候您把那票房汇到我的账上就好。有时间你们去看一看《进京城》，很棒的一个电影啊！谢谢谢谢，都去啊，都去都去。好，谢谢胡导。哎呀，这还送花啊！你看也不好拿，这是又来了啊！我记得今儿后台还有个男的也串门来哈。行，您把他请上来吧。男的其实来不来不吃什么劲，真的。这叫什么话？啊，来，哎，来了来了，来站这儿来。这个人的名字叫郭京飞，影视演员。哎呀，穿的这身衣服我很感慨。大哥，因为像这种衣服，这种大褂必须配这样的旅游鞋。这是加六事啊，是吗？我手应该是往这儿放。那不用不用不用，挺好。那个你摆出一个小凤仙的状态。什么都没准备。不用准备。就靠胆儿大。那是啊，这个救护车啊，我已经叫好了。哦哦哦，我们年前一块做了一个真人秀，他我孟非佟大为还有刚才金晨。我们几个人一个宿舍一大通铺啊，住大车店了，很开心。就郭京飞你们都知道吧，哎，我跟你往外一走，我突然间觉得我就像苏大强一样。啊，他们说的是那个苏大强的台词。哦哦哦，你穿成这个样子你是要表达什么吗？我想给大家看看漂不漂亮。行，那就行，我走了。别走，别走，别走。他说什么有点矮啊？我个儿有点矮是吧？啊啊啊！别着急，别着急。那您真是好眼力。啊，话筒有点矮。哦嗨，我在。我在郭老师和于老师面前只能这样。会说话哈。这马上郭京飞就红了，了不得了。那也红不过郭老师和于老师啊。那倒是，这嗨，什么人呢？您不会聊天这帮人哈。来这儿的目的呢，俩。这个呢，是听说德云社这大褂特漂亮，料子特好。嗯，要了一件，哎，给我定做的，挺好吧？好看吧？好看，嗯，好看。我不知道你要穿这个鞋来，这我也不知道，我里边要穿条水裤，所以我这裤子现在里边糟践我们这大褂了。没事，没事。行，你后边侧臀让大家看一看啊，都特棒。你得学学于老师啊，提上裤子就上来了啊。会炖肉吗？我还提上裤子不认账。好的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第二个打算是第二个有一个影视演员啊，嗯，也可以叫做败类。哦啊，是我一好朋友，这人叫长得很怪啊，头还特别大。嗯，德云社的戏特别火哦，啊，每一次这个一个月说相声，你看这2700人，我们演话剧的时候不可能奢望说坐满了，不可能，1400人都坐不满。说在雷佳音的头里边，跟德云社说一场，永远坐不满，嗯，太大了，这么不好笑吗？哎，还要多不好笑？对不起大家了啊。他呀，跟小岳岳录这个真人秀的时候呢，喝大了，嗯。直接给跪下了，磕了一头，
到那儿，到现在那边还有这么大一坑，嗯，磕的。雷佳音这脑袋太大了，嗯，就拜小岳岳为师了。哦，他这最近啊，拍这个比卡丘就是配音啊，天天在网上啊嘲笑我，我就不想再跟他有这个互相再怼了，我就一招制敌。怎么办呢？我来这儿拜郭德纲老师为师。长辈儿了。这个有一天啊，有一个演员叫佟丽娅，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我打开一看是一视频。开始我看佟丽娅给我发视频，吓我一跳，我要，哎呀，心噔噔跳啊！买豆汁儿去了啊，那是啊，上天津吃煎饼果子去了啊。打开一看呢，是在一个屋里边，岳云鹏跟那儿坐着，雷佳音啊咕噔就磕头叫师傅。我就乐了，我前两天去拍这个极限挑战，我去两天，雷佳音倒是见面就喊师爷，倒是啊，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关系很好啊，就这个为了把关系更好，所以郭京飞问能不能拜我为师，这样的话呢他就是雷佳音的师叔了啊。我主要比较含蓄，其实我一直想拜郭老师为师，但是呢找这么一由头，自己呢也有点面，但是该跪还是得跪，哎，不在这儿跪，我呢回头弄一大桌，哎呦，请这个两位先生唱个次郎探母，我也喝点，不喝我就直接打。怎么还有次郎探母这里头？你是给我们俩带哪儿去了？这是啊，我地上最多就是这么大一个坑，这么大一坑啊！雷佳音那这么大，你就蹲他那坑里就行了啊。行，不管怎么说，现场这将近3000人了啊，是是，他们都见证了一下，这就是雷佳音的师叔啊，郭京飞。我在这儿也给我师父。跪一个，不着急不着急，有的是机会啊，这么一算我可收了不少外行徒弟了啊，是是是，这个欧弟也是啊，那个孙艺洲也是我徒弟，也是也是啊，对，什么张艺兴也是啊，张艺兴，你看各行各业的都有，一大帮都是我的外行徒弟啊，对，什么时候您再把老干妈给收了，我的个天爷啊，我就是老干爹了。你是拿葫芦收的那个。我叫你名字你敢答应吗？好吧好吧好吧，找一个合适机会咱们一块热闹热闹，好吧，好嘞好嘞，我们也鼓励一下雷佳音的师叔啊，这个尤其最近从都挺好开始，再加上最近我们要热播的这个大叔小馆，是是啊，大飞飞越来越棒，希望你越飞越高，好吗？今儿最重要的就是这么轻松的就被郭老师给收了，哎呦，高兴高兴，得嘞，一会儿喝点吧啊，好，一会儿得嘞，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好嘞好嘞，多谢大家，好嘞好，哎，忘了让他管你叫师娘了。嗯，我这瞧出来了，您不单搅和本行哈，而且你发现了吗？影视行业更爱在伦理上面找包袱。啊，为了比谁大一辈，他们竟然这样拜师啊！你看，多好啊！那是好开心啊！嗯，我们也不差这一个外行徒弟了啊！哦，你包括那个电影《老师好了》那个导演。啊那也是我徒弟，那是早就是徒弟，那叫张鹤鸾，赫子科的学生，对啊，嗯，他也不怎么着就导了这么个导演啊，嗯，把于老师带上了不归之路，不归之路，很好，很好啊，嗯，这个今天这个演出呢很热闹，嗯，啊，关键就是今天晚上德云社热闹啊，全国6个城市同时演，对，还不包括北京城的各家小剧场，哦，再加上南京、吉林、哈尔滨的3家德云社的分社，全面开花，就是希望相声好，当然得谢谢观众。嗯，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哎，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嗯，谢谢您各位，谢谢。整个德云社呀，其实我们这辈个这个身份、这个辈分的人不多。是吗？啊，就这哥几个，大部分是我的徒弟啊、学生什么的，都是晚辈啊。你但是高峰啊、侯震，这我们是一辈儿的啊，师兄弟。尤其高峰，嗯，跟着我们这么些年，风里来雨里去。对，我看见老高，我特别感慨。怎么又感慨了？来的时候可嫩的小小子儿，啊啊，现在都卸了顶了。也早点。他在那一走，我后边一看，看他跟他自己的爸爸似的。嗨，这叫什么比喻啊？挺感慨的哈。啊，老高，出来聊会儿吧。哎，高峰您好，很感慨啊。您感慨什么呀？兄弟，你那头发都稀了。嗨，
这不是操心受累吗？啊，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小子呢，小鲜肉，那倒没有啊。嗯，您是捧我是跑我呀？现在是老卤主了。哎呀呵，来的时候是小光棍儿啊。对对，在我们这儿娶媳妇生孩子，岁数到了。他那个媳妇原来是我们这儿的主持人，又叫报幕员，可漂亮了，是了，也不怎么落他手里了。嗯，这叫什么话？特别好，玉洁冰清。哎，当初多少演员想跟他交朋友，看不上。你看看，高峰给买块糖答应了。呵。他们就没有这种思维。那是啊，啊，要不说买块糖多重要，就说是。后来生孩子了，嗯，生了一个小闺女，挺可爱的小女孩。生完孩子给我打电话呢，嗯，哥，我生了，对啊，给您道喜，好事。对不起啊，是个女孩。对不起，还无所谓啊，男孩女孩没事，健康就好。哎，好嘞，高峰来了，我挂了。哎啊，这电话就躲着我呢，合着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没听说过啊。他生孩子那天我没去，因为我跟我们嫂子做 B 超去了。嗨，怎么老得挂上我呀？这跑那是产检去了，合着。哦，是这样的啊。哪样的？很好啊。嗯，这我们哥仨是一个辈分，没错。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艺术家。谦儿的师父是石富宽先生，对。老高是范老师的徒弟，对。范老师是，你看有人范导爱，哎呀，多耽误事儿，可好，挺好。以后咱们就不用单独介绍，因为观众都知道。嗯，没错，叫小雪。是不范导爱？日本华侨还嚷嚷呢。日本华侨，日本华侨，谁呢？断得入的华侨啊？不对，不是吗？我师父叫范振玉，翻译过来是范导爱。哎，就没有，不用翻译，不用翻译叫范导爱。哎，去去，没你乱不了啊。他就一个名字，范导爱。哎，哎。我说你离不开范导爱了，是怎么？不是，到底叫不叫范振玉先生？哦，范山玉先生。山玉干什么？有地儿叫山玉，有地儿叫地瓜。就没有地瓜，振玉。镇压在山玉里边啊，那玩意儿多呼的很，闷死的。没听说过啊，贫不贫的你？多严实。那是那是啊，一晃呢，三位先生都去世了。对，遗憾。那么在哎，我师父活着呢，嘿，好家伙，差点滑过去这一下。我还特意小点声说，不是谁的师傅谁了解是吧？废话，你这话有点过分了啊！你应该啊，这个下礼拜再说。对，就活这一礼拜啊，活一天是赚一天。什么叫赚呢？你别说这回他讹你啊！我这碰瓷儿来了。你别看他们俩台上打架，别看他们俩台上打架，他们俩关系特别好。哎，有交情。是我离他们俩住得远。对。我在北京，我住锦北边。嗯，我住的沙河那边。您听听，他们俩住的那个南边天堂河小区。天堂河，天堂河那不是公墓吗？那不是有公路，顺着公路就到哪儿有什么公路干什么？公墓那是公墓哈，哎，有一个四季如春的这个小区啊。对，那地方省着暖气。那是俩人一人一套烟景房。对，烟景房啊，叫什么？有叫海景房，没有叫烟景房。俩人住在那儿挺好。对，这个人家哥俩天天的私交就比我强啊。我们住得近，吃完饭了，哥俩没事儿，走出去溜溜弯去吧。啊，散散步。小区里边哥俩这儿一走，嗯，一聊天交流心得，多好啊！啊，德刚上你那儿去了吗？嗯，没有啊。上你那儿去了吗？也没有啊。对了，他最近可能是忙。是。得了，你这叫心得呀，这个。你回去劝劝你媳妇儿啊，你也劝劝你媳妇儿吧啊。都得防着点，我告诉你。哎，俩人聊完天哥俩往前溜达。哎呵，要现行我们。有这么溜得了，就是扶着墙嘛，扶着墙，扶着墙干嘛呀？我你往前走啊，往前走，往前走。哎呦，走着走坏了，怎么了？你看我说别往前走吧，嗯，也不知刚才谁遛狗，嗯嗯，小狗跟这儿拉的便便，嗨，现在就是不讲功德的，没有功德心呢，就是。好，这摊便便，嗯，七十多斤，嚯，你腰了是怎么着？啊，七十多斤，嗯，俩人站这儿看着，这看什么呀？他也看，嗯。于谦乐了啊，高峰，你敢吃了吗？哎啊，这叫什么朋友？你说这是？你要敢吃，我给你10万块钱。给多少钱也不能吃。把高峰气的，就是这是人话吗？对，真是的，这又没带着筷子。嗯，嗨，我缺这餐具，合着啊，那赶紧吧，一会儿凉了。嗯，好，对，吃凉的我醋心呢，对胃口不好啊。嗯。老高就老高这个人要强啊，是是要强，吃吧，手抓饭那是，你就甭弄这名词了就，哎，高峰吃，一会儿功夫连地都舔干净了，呵，不糟践东西，多环保啊我，嗯，还咂么滋味呢，于谦给我10万，
哎，要钱，当时结账，于谦乐了，嗯，我出来遛弯带10万，回家给你吧，嗯，俩人又往前走啊，行，您把这首饰收回来，嗯，走着走着又发现什么呀？一滩小狗的便便，呵，哪儿呢？比刚才那还大，这得攒多少日子？俩人看，嗯，呀啦嗦，哪有那么高啊？还唱上了，他还。高峰问于谦，嗯，你敢吃不敢吃？哎，这是报复的机会。敢吃，我给你10万。嗯，谦乐了。啊，躲远点去，把勺掏出来。好家伙，我自备而来。还唱上了。吃完了，地都夸着干净了。哎呀，高峰给我10万块。嗯，高峰乐得直不起腰来了。哼，你出门不带10万，我能带10万吗？对，对不对？得了，咱俩人谁也别给谁，扯平了。嗯，请，请。你呀、啊，你长不了个儿了，知道吗？你合着我们俩出来，一人弄一泡屎，这就完了，是吧？我们俩出来就为吃屎来的，嗯、太偏方治大病啊！这叫什么偏方、啊？有什么病啊？我们现在到了于老师唱歌的时间了。对，哎，哎呀，来吧，既然您强烈要求唱一个，是吧？我说什么了？打刚才话里话外点我要唱歌。对，那眼神我们都看出来了。来，别什么？说是学猫叫，行了，你别客气了。嗯、那不是我唱的那个、哦、啊，这老头唱那也实在不好听。对，咱们唱个别的吧、嗯，唱个别的吧，唱个老歌吧。哎，来您拿手的啊，假行僧吧，唱两句好吗？哎，这好。哎，嗯。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就请你吻我的嘴。谢，名不虚传呢、啊，客气，真好，瞎唱真是不错、嗯。你看他吃完东西，他唱的有味儿。谁、哎、还没消化下去？那是唱不唱都有味儿啊，那是、啊。对，后来又出来了、嗯、啊，来该高老师唱一个了。哦，我也唱一个。哎，假如你哦不唱，你跟他吃的是不是一样啊？他吃的第一泡、嗯，对，我那还热乎着、啊啊。我唱什么呀？高老师唱，高老师嗓子好。哦，这您是知道的、哎、唱个现代京剧给我们听听吧。哎，我还最喜欢现代京剧。哎，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这我最拿手。哎，你就来一句啊。哎，这就是一句啊。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啊，没错没错，我给你唱前边，你接后边，咱俩一块儿唱，让大伙看看你嗓子有多高。那我对你有个要求，您说吧。别吸力。好的，起高点，要不我唱着不痛快。你看看 啊越高越好。这是一个要强的人、啊、那当然了。嗯，一要等一会儿，等会儿，我白给您提要求，怎么了？起高点啊！啊，起这么低，唱不痛快。要再高点。要你不舍得唱是吧？哎哎哎，高峰高峰，哎，行了，我得拦你一句啊。啊，这就不低了，后边那才高呢。后边有一翻八度，翻上去八度唱，那是最高的。他不跟你有关系吗？跟我们没关系。你刚已经唱完了。他唱前头，我接后的，这里没您什么事。我也唱不上那么高。对呀、啊，既然今天人家从艺30周年，今儿头场演出来这么些朋友，啊、认真负责呀。是啊。既然来了，我让你 啊小刀拉屁股。怎么讲？开开眼儿。啊。听听，还有好人没有？你这听玩意儿吧，快来来来。啊，高点起。你拉之前看一眼，那裤衩是不是我的？就别厉害。怎么全有话呀？来来，高点起、哎！干这行太开心了，拿别人开心。哎呀，腰，再高点，你越来越腰。哎，行行行，高。腰，尽你所能再高点。腰。哎呀，嗨，谁踩你肾了？是怎么着？像话，听着像接客的事儿、啊。还是提上裤子就来了。嗯，我想吃炖肉。我去，您就尽力而为吧。哎，来。啊，这行行行，哎，来，雪呢？玉阳星，泰山顶上，不、哦，一轻松，哎，认真听啊，我知是一轻松。
有点谭元寿那意思吗？怎么样？你听傻了？你看你。不是，我还真听您的了，让认真听啊，认真听啊，怎么样？我听什么呀？你让我听我这唱儿，听你哪儿有唱啊？你听半天就是大便干燥那意思。什么语言呢？你这艺术家，你说你不是没听见啊？咱白唱了啊，人家都没听见什么。他呀没听见什么，他没听见啊！耳朵都震聋了，你看咱这嗓子太高了，太高了，震耳欲聋嘛！你们俩这都真的假的呀？跟这真的，游戏人生嘛，是吧？老高，咱们再来一个吧！太棒了，好不好？没问题。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这回认真听了啊！我是认穿，合适，穿，行行行，林海，跨雪原，哇，那儿小喊呢？哦，那儿了，那儿注意 啊，在那儿了啊。哪儿呢？小喊呐、啊！哎呀，谢谢朋友啊，这真是京剧发源地、啊。哪儿叫京剧发源地？谢谢您。行，谁跟你握手了？您要脸不要脸的就跟人握手，向我表示祝贺。我谁向你表示祝贺？我让你别，我让你别唱了。怎么了？哪儿啊？唱怎么样啊？还让我评价一下啊？那我们挺尊重您的。行啊，您给说说。反正按照网络词汇，现在最时髦的评价您这艺术啊，怎么形容？俩字儿啊，蛋疼。你呀、啊，这没意思啊！你是不是下刀是拉歪了？是，你别老搭话，一哆嗦好像奔那儿去了啊啊。啊咱们再唱一个好不好？哎，我还上瘾了，我就爱跟高峰唱，我也是这么想，还上瘾呢、嗯。唱这个好不好？哪一个？嗯、听了啊，您来吧、嗯。你注意点，都开始了。哎，这好，这是个武戏。嗯，他这大褂还有理儿。来吧，哎。哪出戏？嗨，你早点问的，我忘了。没听说，你再唱一个，我给你编一个，好吧？没问题。红灯记，哦哦，狱警传四郎好，我迈步出监，出监是我的。来吧，这回彻底没声了。这个好鞋，你穿上大。哎，好。嘿，四二，四二的，谢谢朋友们啊！这回、哎、这回精彩，配合多默契。哈哈哈哈哈。你这是非让我评价是吗？你非问我唱完了以后是吗？对，我想让您表扬表扬，我这意思。行啊，这么说吧，怎么说呀、啊？就您这玩意儿，这儿要搁一馒头，狗都能唱。哎，你们俩等我拿馒头去。哎，回来，老有他这里头。哪头的？你是你这叫什么话？我们这是艺术。什么艺术啊？什么艺术？一般人可来不了这个。谁都会唱这玩意儿，谁都能来吗？不出声有什么不能来的？你甭说别人，你能唱吗？谁都能来，我怎么就不能来啊？那太好了，大伙鼓掌，让他来这个。你来这个，你躲开。轻是艺术，那什么艺术？你说高腔，我嗓子不成，上不上去啊？你这不出声，这玩意儿谁不成？这腔什么活？这里有韵味。哎，于老师准备好了吗？啊，我问你呢。哦，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吗？什么态度？喊嗓子吧。哎，练练。哎，行，你吃了拖拉机了是怎么？再见，再见。嗯。你吃那狗屎里边有韭菜吧？嗨，这都挺些废话。你唱不唱啊？啊，哦，再高点。啊啊，就尽你所能吧。你学我就好不了。听着吧，来啊，来，开始了啊，来吧。一见公子到灵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Please, it's your turn.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嗯，跟你多客气。来呀、啊，唱吧，来唱，唱啊！这太客气了。你唱不谁都能来吗？快唱，不是唱啊你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是吧？哦，怎么样？哎，
我就是真唱不出来。说大话吧，不是谁都能唱吗？你们这叫缺德，知道不知道？怎么缺德了？本身这段调门就高，是不矮啊。低的时候还往那么高了唱，那高的地方谁也唱不上去。哎，我可以试试。你瞧，好啊，人有型的，你试试，你唱。嗯，你唱前面，我给你接。啊，我还起调门啊？高点给他起啊！你听着吧，来吧。我唱你咳嗽什么呀？你那，人家我这刚一说，他抵我这，人家是嗓子眼痒痒，你这是往外嗽韭菜呢。嗨，还有啊，来来来，不提醒还好点。一见公主到灵前，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真好。嗨，捧我干嘛？你看，你看。你捧我干嘛呀？往下唱、啊。哎，你是不是在宫里上过班？哎，这不像那么些废话，唱这个。再来，站立宫阿门叫小凡。上去了。谢谢啊，哎，感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是了，今天来演出呢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对，因为今天晚上散在全国各地，哪儿都有啊。嗯，把今儿晚上演出的人呢叫出来，跟大伙儿再玩一会儿啊。哎，见见面。我们依次介绍一下啊。嗯，从那边开始，高峰高老板。旁边这是我的爱徒啊，栾云平。这是我徒弟张九龄。这个大个儿也是我徒弟，也是我外甥王九龙。这个也是我徒弟，也是我女婿啊，我姑爷啊，这是李云杰。这是我的儿徒，在家长起来的孔云龙。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嗯，咱们给大伙儿唱个小曲儿吧，好吗？好啊，听着，都往前站，唱几句大西厢好不好？哎，现场要是有会的呢别唱。别唱。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哎呀哎呀哎呀，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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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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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走过三里叫桃花过五里杏花营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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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桃花殿前出美酒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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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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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